嘉义县的大拿镇有糖厂、有兵营，而且交通嘛真方便，所以嘉义的南华大学的学生就利用这个所在来设计实景街卖活动，和平常会当来遮那佚佗，那了解在地历史。平常伫火车站听实景街卖的题目，暗算等下要伫街路顶面找答案。设计这个活动的学生嘛做符合题目的打扮。希望让参与的人了解那当阵的大埔拿。我来这边两年了，其实我对这边完全不熟。然后他们安排的游戏，其实很快就可以认识当地。要让他们更有氛围一点，就是打扮成大林早期的那个爹爹妈小姐这样。快一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在大林那个巷弄里面跑来跑去，就觉得说好像为这个地方做事很开心这样。大埔拿是嘉义县大拿的旧地号名。南华大学的学生因为学校社区参与的课程，设计免费的实景街卖活动，让参加的人会当透过线索店家的提示，亲身走访在地的历史。除了阿兵哥很多美女多，还有酒家多，但其实早期大林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啊。那用实景解谜的方式，大家简单去走访一下。客人来这佚佗，不是讲安尼，就安尼看看尔，伊是会使更加多的机会和在地的人有互相。有互动，安尼也会使分享交流，所以我感觉伊这是较深度的一个生活安尼。嘉义县的大拿镇，因为过去的地理环境带动特殊的产业状况，少年人运用创意的方式串联即卖的产业甲过去的历史，嘛替在地观光开发新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